艺人彭于晏，自从电影《翻滚吧，阿信》练出六块肌、人鱼线，到现在呢更升级了。他在这个跟香港影帝张家辉一起合拍的《激战》啊，干脆把激动的激改成肌肉的肌好了。两个人这个裸着上半身的肌肉照啊，现在全台湾都知道他的身体的脂肪只有3%了。但是呢，竟然被网友质疑说这个图片是不是修出来的？片方干脆把原始档公布给你看，欢迎网友来找茬。你真的发现造假的痕迹的话，给重赏呢。彭于晏大战张家辉两人合拍的电影《激战》日前公布电影海报，彭于晏完美的腹肌、线条优美的手臂肌肉，再加上人鱼线，被网友质疑这照片是修片修出来的吧？电影公司干脆公布照片的原始档，以正视听。若有造假，愿给予重赏。第一天我就快吐了，我说哇，怎么可能这么累？就每天训练4到5个小时，训练一个拳手，在一个回合5分钟里面，你怎么对方给击倒？其实彭于晏为了拍这部讲述拳击的戏，2个月不间断训练，浮力挺身还不够看，还搭配45度撑跳。同台的张家辉更是为了训练脖子线条，头戴护具举哑铃。坦白讲，呢套戏系好辛苦，真系好辛苦。辛苦到好辛苦，我不敢相信他变成一个跟过去完全相反的一个状态，身材啊。除了体能训练，饮食控制更是严格。两个人不吃盐、油、糖，只有蛋白和鸡胸肉果腹。据称，两个人目前体脂肪只有3%，浑身都是肌肉。为了忠实呈现剧情角色，拼了！中央新闻综合报道。